圣化，因父子子圣神。嗯。那在第一步感谢你啊，我们已经过了这个最高峰，在教会里面最高峰的复活节啊，上礼拜的圣周没有这个复活主日啊，天主感谢你，让我们这样的一个团体能够借由隔周的这样礼拜一周五，你们也可以吃的，真的，我也有一碗，没有，更加热闹，所以你要带回去。耶稣基督，你是包着我们的救主，我们请求你继续降服我们的这个名，为此我们同声祈祷。阿门。你是日福听我们。阿门。好，我们今天是进入到第三站，第三次，哎，第三站吧。好，我们开始。有。有。好，对，没有。好，放心。贝克赛打的波比，中途呢回来。把所行的一切报告给耶稣，他遂带着他们私自退往一座名叫贝特赛达的城去了。群众一知道，也跟随他去了。他就迎接他们，给他们讲论天主的国，并治好了那些急需治疗的人。好，这个题呢，可以办理。有。前一阵子，前两张饭大概都是在我爸啊，就是这个家里的呀，又一边上那个啊。那今天的地点在边边啊，贝德赛克，我看看，贝德赛克就是边边，那你就家里的呀，最远端。然后今天一开始，你看，中途们回来，把所行的一切报告给耶稣。啊，这个因为我们主要是要讲第三顿饭，所以前面就是没有把它印出来。啊，这个开宗明白应该是在第九章的第一节。啊。大家现在手上面有圣经了啊，我稍微念一下。中耶稣召集了他十二人，赐给他们治愈一切魔鬼，并治疗疾病的能力和权柄，派遣他们去宣讲天主的国。啊，所以在这个这顿饭之前，耶稣有派了十二门到。到各地去，去宣讲天国的福音。好，所以这个时候有很多，当然，那个耶稣特别交代说：“你们出去，我们去传教、传福音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要带，棍杖也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也不要带食物，也不要带银钱，也不要带两件内衣。”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到哪里去？那个地方的欢迎，那个地方的人们欢迎你的话，喜欢听你的道，就住在那里。啊，假如他不欢迎你，不让你住，你就拉拉行李就走。啊，他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有任何负担，你身上什么都不要带，啊，也不要让人家误会说你是来乞讨。你不是来乞讨，你是要去把。天国的福音传给你，你愿意接受就住下来。啊，好，我们现在也没有，所以有这个过程。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十二门徒都回来，回来以后就引申到刚刚念的这个第十节。啊，中途们回来，把所行的一切报告给耶稣。啊，那因为那这里耶稣已经很红了，粉丝很多嘛，所以到处都是。就可以想象成现在的这种什么什么什么，是不是？不管是
这个运动明星或者是综艺明星，常常都被人家包围，没有自己的时间。所以耶稣这个时候呢，为了要逼他们宗徒们，你们在外面做了一些传教的工作，你们到你的绩效呢，他需要了解，所以他说好，我们不要离职，我们到另外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去，所以才会到贝德塞德去啊，这样的啊，他的目的其实他是要避开人群，找一个安静的所在，好好的，也可以说考核了，就考核这些十二门徒，你们这阵子时间出去以后，到底做了一些什么啊，什么事情，绩效怎么样？他本来的目的是这样，所以才会把这段给写下。所以第十节亚顺这样一看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哎，不是很清楚，好像说耶稣在逃避群众啊，逃避他的粉丝，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要跟第九章一开始啊，这个刚刚讲的耶稣派遣他十二门徒出去的这个情形连接起啊。那中间还有发生一小段的那个故事，等一下后面有需要再说啊。好，你看第十一节，结果呢？这些粉丝的这些群众，本来都在这个地方等耶稣来，再给他们宣讲一些福音。哎，结果那天到了，我们一看，哎，耶稣不见啊，一个人都没有，而且没有事先宣布。后来可能总是会听说了，听到一些消息说啊，耶稣带着他的门徒退到贝特赛达城去，结果他们俩不死心，也就是追踪而至。所以说我就因为这个跟群众一知道跟随他去，就是追随他而去，这个也就是说这些群众还是很向往福音，还是很向往天主，所以虽然他们到了这个地方没有看到耶稣，可是他们听说耶稣代表他的门徒到贝德赛达去，他们也不辞辛劳啊，远离奔追随而去，是这个意思。这个描写也就是说，这些群众们对耶稣有很大的这个向心力啊。说我希望再多一点，我希望再多分到一些天主的恩惠啊，是这个意思啊。就像有的教友，我们现在有的教友，他会。天主教教友比较少，有一些基督教、新教的教友，他会追随着这个牧师。原来他本来都是在这个堂做礼拜，那因为这个牧师讲道理讲得很好，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所作所为让他感动，那等到因为他那个新教的牧师啊。约定制啊，我这个教堂跟你订一个契约，就像我们公司一样，签一个契约，我请你来当我们这个教堂的本堂牧师，我给你签3年啊，3年到了就走啊，他就可能自己再去安排到其他地方。那有的教友就会喜欢这个牧师，然后就。觉得这个牧师讲道理各方面所作所为都很好，所以他会跟着而去，灌巧这就有点那个意味啊。结果群众一看耶稣他们到那边去了，他们也就为了追求更多的恩惠，也就跟着过去啊。所以那耶稣既然看到他们来了，本来就是想要避开这些群众，好好的来跟他的宗徒们来讨论一下，说你们这一阵子在外面的传福音的所作所为这样。那既然这些人来了，他也不会说抗拒啊。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教徒不会排斥教徒啊。我们教友今天本来这个教堂的门可能没开啊，怎么样？那可是教友还是来了，那
那这个时候教会还是要打开接纳啊，这样特别啊，这个意思就是，所以呢，耶稣就迎接他们，给他们讲论天主的国啊，当然也就治好了那些急需治疗的，讲论天主的国就是传播天主的福音啊，那治好了那些急需治疗的人，这个字面看啊是治病啊，可能就像前面一些讲的。治瞎眼的人啊，治瘸子啊，腿不方便的人啊，或者是血肉的妇人啊，其实这个，就说在某一个角度你去看，它这个字面这样，好像就是说耶稣在行奇迹，对不对？其实这个，你也不要把它想得太神话，他这个急需治疗的人，这种治疗的人，你看我们现在。一般我们看到这个急需治疗的人，就是好像生病啊，我们家生病了，所以急需送到大医院去治疗啊。你不要把它想成我们现在这种很俗气化的这种想法。这些急需治疗，它并不是说一定是身体上的病，并不是说眼睛看不见啊，或者是手断啊，或者是脚瘸啊，不一定啊。应该来讲说，这些人就是说他可能心里有创伤，他连讲在社会上被人家看不起，或者是说他做某一件事情，得不到他的回应，然后他可能就说急需于说有一个人来安慰他，是这样的，这样的想法就比较不会，你把他想的都是神话，这样的像解释。大家应该很了解啊，所以说，就这个急需治疗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去治病，可能也有啦啊，可是大部分就是说能够治这些需要治疗的人，也就是说，经过他们来趋近耶稣，趋近天国，然后呢，耶稣与天主给他的群体来安抚，来就是这些需要。需要的这些人，这样应该，这样写字的通了啊。好，那第十二节，来下一位。天将要黑的时候，那十二人前来对他说：“请遣散群众，叫他们往四周村庄田舍里去投宿饮食，因为我们这里是在荒野地方。”耶稣却向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的吧。”他们答说：“我们不过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除非我们亲自去给这一切人购买食物。”好，那经过一段时间了，对不对？这边描写的很清楚，天也黑了。那刚刚一开始就有到贝特赛达大概就是在比较荒芜。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说，并不到一个五分钟就自动开启。太阳下山以后，出现打的话，大概一般就是照明各方面都是很难。所以说，这个光是天快黑的时候，这个门徒也担心了啊，说哇，这么多人怎么办啊？然后就主动的跟耶稣说了。那些群众请上，叫他们往四周的村庄或者是田舍里面自己去想办法，自己找地方住，找地方睡，找地方吃。他说：“因为我们十二个人，我们十二个人加上师父耶稣，也不过十三个人，但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无能为力去照顾这些人的吃食啊，所以，他这个文章在写什么？那刚刚第13节就是耶稣反而说，你们找东西给他们吃，对，其实这个作者他写这两节啊，这两节的用意。因为跟前面耶稣派这十二个门徒出去传教也有关系，都是你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对不对？人家招待你，就是说人家欢迎你们的时候，你就在他们家住下啊。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去传教可能很成功，可能也有碰到挫折的地方。假如说你认为说你成功传福音的这个比例比较高的话，是你受到人家的欢迎。所以也就是意思说，你前面一段你有受到人家的照顾啊，你有受到人家的照顾，对不对？那这个时机点呢，是反过来你要回馈给人家的时候啊，你要回馈给人家的时候，那虽然是这个环境呢看起来是很困难，对不对啊？漆黑麻木的，你也找不到吃的喝的，对不对啊？那可是你作为我的门徒，你要用尽各种的方法来回报这些追随你的人啊，这样的意思啊。所以他就是给他们一个功课，对不对？然后你们给他们找吃的，对不对？哇，这个他们马上回，这个在洛望红经写是非我的性质比较急，马上就回想，我们这个患者以外，我们哪里去找东西给他吃呢？啊，那这个安德勒啊，就是伯伯路的哥哥安德勒，他比较聪明啊，他做事也比较就是说细心一点，谨慎一点，然后他就到处去看，到处去找，那结果他才发现有一个小孩子身上啊，有一个小孩身上有五个饼和两条鱼啊，然后他就看到以后，大概他也有去问这个小孩，你愿不愿意提供出来？对啊，那小孩也愿意了，所以他就跟这个耶稣回答，他说我们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除非我们亲自去给这些人够了啊。但耶稣一看，好，其实啊，这个也是一个比方啊，在那个时代，这些群众啊，那个时代不是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走到哪里都有便利商店、有便当店。你说台湾就是在像这样的地方，你多走几步路还是找得到吃饭的地方。那个时候的人出来，他一般都会自己身上会带一些干粮，都是会带一些干粮。所以本来他这种目的，那就说这个写作的这个路加呢，他也有埋一个伏笔。他说，你看他的意思就是说，今天耶稣也好，门徒也好，能够很大方的，我把我的恩惠，把天国的福音，我无偿的，通通给你们，对不对？然后你们这些群众，你像既然你们一再的跟着我，就表示说你们很希望我从我这里得到很多恩惠。那现在可能经过这一段时日以后呢，你们这些群众呢，可能心里也会感动，对不对？我从这边得了这么多恩惠，是不是我有机会来也回馈给别人一些，也分给别人分享一些啊？对不对啊？所以等于说，这个场合呢，等于耶稣也是在试探这些群众，对吧？所以他说，我们因为前面有一个门徒啊，那就说我们凑了半天，我们也是要买药品嘛，对不对？就算买了，我现在跑去想尽办法买饼啊，买什么回来，也供应不了这么多人吃啊。所以，其实耶稣的目的是希望你能够大家开始来，你得到了，然后你也开始分享给周边的，是有一点这个意思啊。那当然，这个数字都是描写，因为我查了很久，他为什么就五个饼？我查了，我还有请教基督教的牧师啊，他们也查不出来啊。不过这个在七这个数字，在犹太人来的算是一个吉利数字啊，那甚至这个数字一直就是因为犹太人也有很多移民到美国去，所以也变成美国的一个文化
所以你看美国棒球赛，棒球赛一般不是打九局吗？哇，你前面一个落后，第七局下反败为胜，噼噼啪啪连着打了两个全垒打，就啊，所以美国人俗语就有个 lucky seven， 这个跟这个圣经的这个七这个数字有一点渊源啊，然后又经过美国的那种运动文化或者传统下去。那个二次大战的时候，美军不是支援欧洲战场，派了很多阿兵都去，对不对？那在战争在战壕里面，在炮火的洗礼之下，那个时候是很痛苦，都是很痛苦。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禁烟嘛，对不对？所以都会做大量的罐头啊、烟啊，都送到前线给那些阿兵。所以他那个军烟呢，军烟的牌子就是蓝色。就是跟这个有一点渊源，跟那个以色列这个数字啊，这个就是题外话啊。所以很多人，我跟人家讨论，他说可能就是5520加7，就是一个幸运数字，没有特别的意义啊。那这样啊，然后呢，刚刚有讲到提供这个5520的，偏偏是一个小孩，是吧？啊，这个小孩大概。就是还未成年的，大概12、13岁、13、14岁这样。那也就是说，愿意第一个提供出来的，反而是一个小孩，那就是表示大人都比较有心机啊，像我们这样都比较有心机啊，对不对？其实我刚刚有讲，在当时的社会，犹太人要出外工作，要出外走远门，那或者是干嘛，他多少身上都会带。干粮啊，笨主人以他自己的出门的远近啊，出门的天数，他会去考验，对不对？啊，所以理论上是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点啊，多少的。可是这个时候，他就是特别渺小，一个小孩子，他愿意拿出来啊。所以，啊，对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有这样的意味，耶稣借这个故事，要把说你们已经得到恩典，你们也得到天国的这个福恩了，你是不是愿意再分享？这样啊、哦，那大家就在那边犹豫不决的时候，啊，一个小孩子跳出来，啊，就说最神奇、最没有心机的人家，这个小孩子，他这边路加福音还写的比较简单。他只是写5个饼和2条鱼，好像在洛望福音他写的是5个大麦做的饼，2条鱼。那个大麦，因为我们都是吃米的民族，我们比较不了解。像我们现在吃的面包啊、包子、馒头，有个小麦做的，小麦去磨成粉，都是小麦粉啊，面粉好的。大麦很粗哦，大麦粉做出来的饼。在当时的犹太人社会，是假如说他家里有钱能够干嘛，是给牲畜吃的，是给牲畜吃的。那大麦不得已去做成饼，就是穷困的人啊，就像早期我们台湾说米不够啊，配上几枪，那么哈，配番薯饭，对不对啊？三些番薯混到饭里面啊，那北方人，我们中国大陆北方人。以前吃不起白面，对不对？吃这个杂粮面啊、窝窝头啊、什么玉米面啊，啊，那个就是粗嘛，它比较便宜，就是一般贫穷比较便宜的吃。所以这个小孩子他跳舞，他愿意捐出来。而且，假如说照洛望福音这样子描写的话，这个小孩子家境不是，说不定还是个农工嘛，啊，因为那个粗粮啊，大概就是卫生署或者是给。家里的用意是的，啊，就他的捐助，啊，好吗？啊，所以这段路看起来简单，其实就是说耶稣在考验这些人，就这些人就是我，你有没有那个心？你已经得到了恩赐，你愿不愿意拿出来，拿一点出来帮助？这样，好。啊，你看哈，第14、14
还没念。原来男人大约有5000，他却对自己门徒说，叫他们分伙坐下，约50人一伙。门徒就照样做，叫众人坐下。好，当然这个数字啊，都是参考。当然他比一个一个去点，当然有5000，就表示很多人，当时可以集合5000人，应该也不容易，对不对啊？那就表示哇，那个这个人数非常的多了啊，对，而且他只算男人吗？古时候的社会，尤其是犹太社会，他们清户口点人头的时候，都只点男人，像14、15岁的男孩还不算，要到一个年龄他才算是做男人。所以，假如说中间有掺了一些，因为小孩一定有，刚刚就已经有一个啊，对不对？那可能也有一些妇女啊，那你这样一算，不止5000，这也是形容人数众多啊，对不对？然后耶稣就说：“好，跟门徒讲，大家不要乱，现在中心找到，然后把人稍微分出坐下，这个大概就是一圈，大概四五个，这样子也要分配东西也比较好分配。”不要说乱成一团，大家请同意。那一方面象征坐下的意思是，你是自由的人，你是自由的人，你不是奴隶，你知道？以前奴隶没有资格坐下来吃饭，都是主人吃饭，站着的是奴隶来伺候。所以这个时候，一方面叫他们坐下，也就暗示说，你们各位都是自由的人，在这里没有什么权贵。卑贱之分，大家通通坐下准备吃饭，是这个意思。意思说，在这个天主的国里面，你们都是平等，都是我的子民啊，没有高低上下之分，这样的意思。然后开始就分东西给他们吃，这样大概 OK 那我们再16、17节，他遂拿起那5个饼和那2条鱼来。望着天祝福了，掰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在群众前，众人吃了也都饱了，把他们所剩的碎块收集了12筐。好，假照这个字眼看，好像还就是5饼2鱼，就5个饼2个鱼啊，对不对？那怎么可能供给这5、6千人吃饱，对不对？这个也就是说，刚刚讲，耶稣的目的是，我把福音传给你们，你们都认为你们得到恩宠，对不对？希望今天你们能够开始分一些给别人。那刚刚也讲，有一个小朋友，他跳出来，他先把自己身上带献出来，对不对？那旁边的人看你可能也都不太好意思，因为刚刚有解释。那个时候的人出口多多少少身上都会带一些起码自己要用的一个干粮，对不对啊？那当然经过这样的一来，每个人都被感动，每个人都被感动，他也心里想，好，我既然得了我一半饼，那我这块饼也分一半给他，然后他又分一半给他，老师也自己身上的也都掏出来，就分，反正越分越多啊，所以就后面就形容说，每个人都吃饱了。把那个吃剩的碎渣收集起来，还收集了12筐，对不对？这个就是达到这个耶稣的目的了。中间还有一句，他耶稣拿起5饼和2鱼，望着天祝福了。这个是在所有圣经章节里面第一次，他把这个食物，对，这个也有一点暗示。也有点暗示说，耶稣的日子快到了，因为在后面几顿饭以后就轮到了最后晚餐了啊。这个也借这个故事呢，借耶稣的动作呢啊，开始耶稣显示他的这个他是什么身份啊？那我们等一下最后再来讲这个12方面这个最后再讲。因为在这个在刚刚那个第9章一开始，派遣12门徒出去传教，对不对啊？然后
然后门徒回来，然后他这个在这两个章节中间呢，有插了一段，那个题目标题是“黑洛德的不安”啊，因为这个我们没有印出来啊，“黑洛德的不安”就是接在那个第十节之前啊，它是第七节啊，然后我稍微念一下，然后分封侯黑洛德听到发生的这一切事。听到这一切事，就是前面耶稣派宗徒去传教，还有耶稣行了很多奇迹，救了很多人，安慰了很多这些人，然后群众大量的跟着耶稣，粉丝团一样，一下跑这里，一下跑那里，就都要去听，追随耶稣，听耶稣的福音啊。所以黑洛德听到这些事情，看到这些事情以后，他紧张了啊，所以。他就心中起伏不定，所以有人跟黑洛德说，哎，是不是洛汉从死者中复活？因为这个洛汉已经被黑洛德砍头了啊，他为了要取消报复，把这个黑洛德，这个黑洛德不是耶稣婴儿时代要杀圣婴的那个黑洛德，这个黑洛德是那个老黑洛德的儿子。啊，对，不要搞混，因为老外他们名字都有一样的啊，所以这个黑洛德是后面的这个小黑洛德啊，他爸爸老黑洛德过世以后，他继承了他这个犹太地区的这个分封侯的这个位置啊。那有些人说，不是洛汉，洛汉已经被你砍。我说他是厄利亚出现，厄利亚是一个先知，对不对？好，那还有的人说是古先知复活了吗？对啊。那还有人说洛汉，就刚讲洛汉已经被我斩首。这个人到底是谁？关于他，我竟听到了这么多的事情。他说我心中，黑洛德心中也想真正去看看这个人。啊，这个是一段插曲啊，就是说耶稣行了这么多事情以后呢。他开始连黑洛德都在怀疑了，来说这个人到底是谁？他有这么大的权柄啊，对不对？然后到处治疗人，到处赦免人，然后还有这么多人跟着他，然后他讲一句话，就有很多人会去听懂他啊。对，比方讲这个无比乐园这个事情，是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就有人自动的把身上的恩典也好啊，食物也好啊，金钱也好。就开始奉献出来，所以黑洛德也开始心中有点不安啊。那这个会引申到最后，伯多禄回答了一句话啊，那个我们等一下再说啊，好吧啊。所以这个无柄鳄鱼到这里啊，这个是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对不对？看起来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故事，对不对？我们基督徒大概每个人都能上无柄鳄鱼，无柄。那大概里面一些含义呢，就是刚刚我简短的给大家这样子做一个说明啊，这样子可能跟段大家比较有一些帮助啊。其实他的目的就是传教、传福音呐、啊，那恩典分享啊，最主要的目的是在这一段的目的啊。然后呢，因为路加福音嘛、啊。他写的东西很多，可是他没有把第二次真理的事情写出来。啊，你看这个路加福音，他这个第十节的这个上面的黑字，福音里面圣经里面写的就是宗徒复命与初次真理，啊，对不对？啊，他的标题是这样。那这个，所以我特别把。第二次真理我也请就是印在后面啊，就是32节马窦福音15:32-39啊，我们再来念一下啊，跟前面很像啊，不过再念一下，然后我再来做一点说明啊，让大家了解为什么第二次真理。耶稣将自己的门徒招来说：“我很怜悯这群众，
因为他们同我在一起已经三天，也没有什么可吃的，我不愿遣散他们空着肚子回去，怕他们在路上晕倒。好，这两天反正是看起来跟第一次生病是不是很像啊？所以就不暂时不多做解释啊。好，这个其实啊，跟那个前面啊，前面第一次生病，家属一个九章十到十一节很像，对不对啊？来，一样，也是有一批人跟着耶稣又，你看他这里是有写过三天的话，对不对？然后一样，也是还是不走啊。那耶稣也是怎么样同情啊，觉得说啊，跟着我三天了，也没怎么吃的，现在把他们遣散回去，可能饿着肚子就会在路上晕倒。这个并不是他的目的啊，所以他后面又衍生一段出来，跟前面的故事很像，只是有一些细节，我等一下跟大家解释，好不好啊？来，再给你再下一个前面一点，三十三节。门徒对他说：“在荒野里，我们从哪里得这么多的饼，使这么多的群众吃饱呢？”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一个，还有几条小鱼。”耶稣就吩咐群众坐在地上，拿起那七个饼和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门徒，门徒再分给群众，众人都吃了，也都饱了，把剩下的碎块收集了满满七篮子。好，这五节跟前面的意思差不多嘛？对啊，他这个也是出现一个七的数字。前面物价的一个五饼二饼，他这边就是写个七，因为五个饼呢，他说有七个，还有几大小，啊，所以这个就五饼二饼或七，这个没有说特别的意义，大概就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幸运用法啊，这样子去想啊。好，那最后两节再请一位念一下。七的人数除了妇女和孩子外，约有四千人，那耶稣一散了群众，就上船，来到马加丹境内。好，这次人数他写出来的人数比上一篇要少，后面这个马虎福音啊，马虎福音跟这个马窦福音啊，大部分一样。所以可能马虎福音我们就不念了啊，就一起做解释啊，大家有空有兴趣就再看一下啊，所以我们就拿马窦福音代表两马虎跟马窦来解释啊。你看，其实这整个故事差不多雷同啊，吃的东西拿出来也是七，对不对啊？只是在人数上有一些增减，对不对？前面是说。女孩、小孩不算，对，妇女、小孩不算，他是算两千人。啊，那这边是说，妇人、小孩不算，约有四千人。啊，然后呢，前面呢，吃碎的碎饼呢，啊，食物的碎片收集起来有十二筐，啊，记得十二筐，对不对？这边是写七个篮子。啊，你看马窦福音跟马虎福音，马虎福音也都是七个，路加不是，我说马窦跟马虎都是写七个篮子啊，那人数都是四千，所以我说马虎跟马窦一样，我们就念一个代表就好啊。假如再跟路加整个故事雷同了，99%很像，只有一个地方不像，就是人数。跟吃剩的渣，跟渣碎块，一个是十二筐，一个是四七篮啊，这个是
差在哪里？这样说的话，大家想到十二方，大家很容易就想到以色列支派、十二支派，对不对啊？所以前面路加福音写的给五千人吃饱，然后食物的碎块装的十二块，这个是表示这一次的传教是对以色列犹太人，天主子耶稣基督他从天上降下来，他本来的第一大目标就是要把这个福音呢，把天主的福音呢重新传给犹太外邦人，不再撕裂外邦人，不再撕裂。所以他路加这个写的，他全部都是写他这个第一次的真理，就是传给自己犹太人，所以他用这个数字来表示，他文字没有写说我这个是传给我本国犹太人，他用十二画这个来表示啊。那根据考古学家他们研究的结果，当时的那个中东社会，犹太人他习惯他用袋子，他用袋子，他出门的时候会有一个布袋，那个布袋里面也会装食物，那装个，那比如讲像刚刚那个饼，装了那个饼，然后你要吃饼的时候，他手伸进去会先碰到一个羊皮纸，羊皮纸就是祈祷，就是当时犹太人的祈祷。他一碰到那个牛皮纸以后，他就要先念祈祷，念完了以后，他才能把那个饼拿出来吃，吃配水，这样啊，这很简单的啊。然后，所以呢，这个路加福音写的这个，就是这样去考证啊。我看一下我的资料，然后这个马古跟马窦福音呢，他把吃献上的东西装成七个篮子啊。这个篮子刚刚讲前面十二筐，十二就是代表犹太支脉，十二个支脉，所以就是犹太人本身啊，本族啊。那这七个篮子呢，这个七啊，这个七跟前面五饼二鱼没有特别的关系。这个啊，是在当时的犹太社会的周边呢，有七个异族，七个非犹太民族的人啊。这个在《生命记》里面有特别讲到啊。那他们，你看他这边用篮子，跟前面用筐子是不一样的东西啊。所以他这个描写的方法就是说，第一次是给犹太人自己的来传教，我是先把天主的福音，我要给我自己的犹太人，对不对？那第二次，哇，一看一堆人又来跟随，耶稣没有排斥他，所以开始也传给所谓的外邦人。那这个在《生命记》的，我翻一下念给大家听，《生命记》。你看啊，他《生命记》里面第七章的交代，他其实是交代说犹太人，我带你进这个应许之地之后啊，你不可以跟旁边的七个民族混交啊，要保持种族的这个纯净啊。他这边有特别写啊，当上主你的天主领你进入占领的地方之后，在你面前要驱逐许多民族，就是驱逐外族啊。这些外族呢，第一个赫特人，第二个基尔加斯人，第三个阿摩尼人，第四个克纳人，第五个培尼奇人，
第六个西威人，第七个耶布斯人等七个啊，所以这个由这个地方引申过来啊，所以第二次真理就是为外邦人把这个福音呢，耶稣就是说耶稣到底就是他比较大量啊，他除了给本国犹太民族之外啊，他我也把这个天主的福音呢，我有机会我也传给外邦人，所以这个马窦福音跟马尔谷福音呢，有记载他第二次真理这个用意，就是说耶稣除了本国传福音之外，也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外邦人就报告我们这些人。可是他没有这样子用文字写说，我传给本国人，传给外邦人，他用这个数字跟他习惯的用法，我们篮子、筐子来表示这样的。所以这个看读圣经，假如说你这样子很快的就是读这个文字的话，可能有时候会不是那么清楚啊。你这样子看，这样子经过这样子解释之后呢，我这个也是跟人家讨论，然后也是自己去找一些资料啊，所以才敢讲啊，也不能乱讲，对不对啊？那用这些，他就是用这样子的来表示的，说耶稣福音呢，不止开始传给自己的犹太人，也开始向外邦传去啊。那这个还有一个附带的小故事，在那个马窦福音好像都有记，我看过。就是有一个现在我翻的这个马窦福音啊，马窦福音的第十五章第二十一节，在诗高版的是151页，就是有个克纳坦妇人的信。克纳坦，你看这个标题，克纳坦妇人就是异族啊，啊，刚刚不是七个民族里面就有一个克纳坦族嘛，对不对啊？克纳坦族就是这个克纳坦妇人，不管耶稣后来他走到在这边是因为他可能是到这个地方，提洛跟西东跟提洛在这个地图上的左上角，现在这两个地方是属于黎巴嫩的境界啊。耶稣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离以色列人已经有一段距离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外族人住的地方啊。有个克纳坦妇人从那个地方出来啊，然后就是一路都跟着耶稣了，也就是在门口看的时候，这个妇人一直纠缠耶稣啊，他一路走，一路还叫说：“主啊，大卫之子，可怜我吧，我的女儿被魔鬼纠缠的好苦啊！”他是为了他女儿来祈祷，对不对？那一直要接近耶稣，甚至他要去摸耶稣的那个束带，对不对？那就说摸到耶稣的束带，就有恩惠的力量给他，然后可以救他女儿啊，这意思是这样的，好。就一路跟呢，都被他的门徒挡住了，也没办法接近耶稣啊，就是这样一路的喊，所以搞得他门徒都烦了，他就门徒就去求耶稣了，师傅你干脆挡他走，因为在我们后面一路跟一路喊，烦死了，对。那耶稣就说：“哎。”后来耶稣就回过头，当然没有很接近，就在对着这个妇人说了啊。他说：“我被派遣是为了以色列家族啊！你看，大家读过圣经，大概还有这个印象啊。福音的时候，神肯定也讲过，对不对？好，我被派遣来是为了以色列家族以斯的羊啊，意思就是说我被派遣来是为了以色列人呐 啊，并你们这些外族人，小蛋蛋阿哥，起码阿哥以列是干的啊，意思是这样，讲实话就是这样。”可是这个妇人啊，感觉不出来，他并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啊，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妈妈啊，对不对？这个妇人他答的话，我觉得我很佩服。你看他马上讲了一句话，他说：“叩拜耶稣，然后他说主援助我吧。”啊，那耶稣就接着又讲，耶稣刚刚前面解释了说，我们被拜还是为了以色列民族啊。然后你们可能还要再等一等，这样的一个意思，客气的回绝他。可是这个
这个妇人她居然讲说，拿耶稣一般耶稣这个时候说拿儿女要给儿女吃的饼干，饼干哈，你去喂小狗，这个是不对，啊，对不对？他因为耶稣刚刚讲，我是来为以色列人传福音的，还轮不到你，所以他拿这个饼干，那饼干要本来这个饼干是要给儿子女儿的，自己儿子女儿的，那你现在拿了这个饼干去喂小狗，对不对？好像不对啊，这个。这不是我来的这个任务，天主反而会惩罚我，这样，啊，那这个妇人她回答，她很机智，她说是啊主，你这样讲我相信，啊，可是小狗在桌子底下到处跑的时候，它也可以吃，这个帅哥美女掉下来的饼干屑呀，对不对？哎，耶稣一听，哦，耶稣反而也恍然大悟。马上就说好，你的信得救了，然后就啊，这个意思就是这样了解吗？耶稣来的目的本来就是以色列人啊，所以他现在为了周边的人，他也开始啊，所以才会有这个第二次啊，是这样的意思。那这个作者呢，他就是他不把它明写，说这个是甘提兰，这个是华卡兰，他没有这样写，他就用十二花跟七兰来表示。啊，那个十二花就是十二民族，他们的花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存东西啊，一些可能他们有什么样的木框啊，还是什么框啊这样。那这个异族呢，就是用的东西不一样啊，我们人都会，对不对？像我们在台湾一个小小的，可是每个人习惯有的啊，不要像我们原住民好朋友，他们上山出去就是背着槟榔袋。对不对？那一般我们的祖先啊，有了汉语，他有他的方法去背东西，他是用这个东西来分说，以色列人跟这个外邦人啊，这样的意思啊。所以这个五饼二饼，你把它沟通以后呢，也没有什么太高深的学问啊。也就是说，耶稣借这个机会，他要传教。哦，那传教，那吃东西只是一个引发点。那我把福音传给你之后呢，我也希望你把这个福音再传给你。哦，那我也再希望说你这个福音再传给他。啊，就是这样，就是从五饼二饼这样一直衍生出来，这样的意思。哦，好吧，哦，那今天差不多，哎，时间控制了。现在就登顶的部分，对不对？现在这边所讲的就是有路加福音的第九章，马窦福音的第十五章，还有那个马可的第八章。马可跟马窦那是第二次，对，是前面就是第一次。这样子的话，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有没有哪一部福音有讲到这两次的那个登顶，还是说？都各讲一次，没有没有，马窦跟马可就有两次，马窦跟马可就有两次。今天你在这里对马窦还是马可有两？有两次，这个有。他讲后面马跟那个妇女，他有两次，而且遇到二次的。对。你要看那个妇女是哪里？马可，马可第一次犹太，他不是有小狗，小狗是异族的。嗯，这里就说路加就一次，小鬼就是今天那个，我觉得话很感人，是不分人，打字错了，就前面啊，你写一下马古哈，马古在第五六七页，马古，思考版的圣经，原来如此，今天很有收获。他那个形容，他是印象，我现在都是不怎么看，这也是全部的全部，第一名跟一个学生。
马豆第一次在马豆啊，然后第二次在1532，哦，反正圣经很厚啊，反正你常常看，多多看，就会有一个前后事情出来。对，哦，我起先跟大部分的人我也看不懂，讲多少事情我也看不懂，然后慢慢看。然后有的看不懂就去问请教人家，对不对？请教我们神父啊，啊，基督教的师傅，我也去跟有时候跟他们讨论。他们也不见得很熟啊，就是说，反正每个人有每个人熟的地方，你就去请教他们。我刚刚不讲了，我为了五饼论，你为什么是五饼论？我请教了好多牧师啊，对基督教长老会，是，我会觉得认为高段的牧师一问是太少了，哎。我马上没说，他就坦白讲，真的没有人全懂，他就反正大家多讨论，然后互相多听，啊，听了以后就过滤，不要往里吵，对不对？不要去问，不要讲错。刚刚有提到就是说，第一个这边是说地形，对不对？对，生命经，25页。
是他是犹太人，他是犹太人，他不是我们基督徒，可是他是考古学家，他当时就是因为犹太人有圣经，旧约圣经犹太人有也是比我们还多，他就是去考证说，哎，为什么十二个篮子十二个筐七个人，他去研究上。那个是洛色，他也是约瑟夫，一般就发现约瑟夫，他一直考古学，他就应该研究出来，所以刚刚讲的那个第一次是给来家人，第二次是外邦，这个我保证可以做。清楚了啊，哎，你知道吗？人都是湿的嘛，对不对？哦，对不对？在基督徒的眼中，哎，世界上那么多人，他也不完全不得了啊。有的人有信啊，所以他当然是自己的有信，真的，想起来很正常，很正常，对不对？哦，没有，你刚刚提到就是说那个。血血的事情，以前我们看圣经，我们都不知道是为什么说他掉地上的怎么样的时候，后来才想起说这个是牵扯到那个，就是说自己的还是另外一个东西。好，非常像那个病有没有？现在神父取羊身体的话，都会先剥一块，对不对？那基督教的人都是剥饼，他们没有比较，没有在大众认的，我们比较庄重，就说这个是圣体。那基督教他们也没有每一排礼拜，对不对？他们是固定的节日时间才会有剥饼，剥饼也是那个牧师把那个饼。嗯，那刚刚有一个饼，耶稣不是举目向天吗？然后你注意看，你下次你杀的时候，神父那个是他会剥一小块，那个剥一小块，因为后来我们知道说这个饼是当作圣体，圣体剥一小块就表示耶稣身上有被戳破的，有残缺的，戳破的，有被等于说他的身体有被那个罗马。破坏，所以是这样子，下一个东西是耶稣的身体。那真正在中东地区，他们吃饼，他们的饼还这么大，他们这么大，所以你吃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碰？他以前呢，那就一般的小饭馆，就路边的沙漠，或者大饭馆，哪里有大饭馆？一般的小饭馆很简单，他就是现在社会比较好，然后你进去你就给一支，当时我在那边工作，十块钱，他们的钱十块钱，大概台币100多，然后呢，那个老板就看你几个人，反正你就给一支鸡，有三个大的，就是买一只鸡吃饼不要钱，然后配水。就是白水就淡水，白水也不要钱，对不对？然后有的还付一些大水，那你讲究一点，你可以烤羊肉，那你说我要羊肉，要牛肉，要7公斤，然后也是一样，3块钱，一个饼干那么大，你跟同事两个吃，一定要剥，所以有这个习惯。他们就是有这个剥饼的习惯，这样子一直慢慢留下来。那当然，后来我们把耶稣最后晚餐，耶稣最后晚餐一开始不是有个大祭品吗？祝福的时候，前面那个图画图大概画一个目标，那个饼大概就是这样，那么最后这样。其实那个饼我在想意义是什么？所以耶稣不是剥了饼给他们，分给他们。那一方面有没有？我把我的恩惠，我把我的。福音呢，就恩宠分给你，分享出去。所以今天这张画的目的就是一个传教，就是耶稣明明是要跟宗徒讨论事情，结果一堆人来了啊，我们他就给你传教，然后又开始要吃饭，又把恩希望我也给你们机会，我把天主的恩
恩惠给你，我也希望你把这个罪也传出去，也传到地上。所以第三个是什么？宗旨啊，就是传福音和分享。吃饭饭的都吃饭，就是当地一个大地。太好了，太好了！总算知道吴品官是在哪。就是吃饭，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吃饭，它有它的意思。好，谢谢大家。谢谢郭老师，我们那个圣母经啊。好。下次是四啊，就是第四三块。好，这两张饭比较短。好，下次是几号？四月二十四号。四月二十四，再过两个礼拜，再过两个周，好，晚上一晚可以了。四月二十四，好的，福音从圣彼得而为赞美，本来主耶稣并为赞美，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门。好，四月二十四号见。谢谢。